5.5星啊啦。阿爸，啊，你唔是一直咧怨叹讲你家己拢无顺，那、啊、叫一个啊，已经在暖身啊，准备要做你的孙啊。哎，这个囡仔哦，真正是唔捌想嘛，啊，先唔去投胎，偏偏要做恁两个规工同流连的囡仔，拜托的啦，想较清楚的，才决定是唔是真正要生啦。吴丽，你有心啊？嗯，独家检查确定啊。安尼嘛是好代志啦。是啊，啊不过我看阿爸的态度，敢若认为这毋是一个好消息呢。恁爸爸讲话虽然无好听，啊不过伊想较济，想较远。恁两个确实爱好好检讨，想好清楚。生囡仔是真简单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饲囝责任重大，有滴。你甲少华敢离婚啊？啊，你咧？敢有找着正经头路来做啊？话说就说，够遐简单。哪里嘛？当初是你想着要甲我一个客群塞落来。你敢对你准备好？你即马是咧讲啥话啊？当时的环境状况甲即马敢会当比？恁都干来要讲话？恁敢有咧反省？当初是嘛？你无结婚就大把刀甲我塞落来，后来因为环境无好，你嘛硬要甲客群塞落来，害我甲客群自细就食足侪苦的。你嘛是同款，你利用文瑶去冒充尼姑。你就足够时间，建功拢讲，你是为着囡仔在设想。我甲胡条讲那差，嘛未比你讲那害啦。啊！你哪会咧跟你爸爸讲话啊？我讲的拢是事实啊。原本我甲胡条欢欢喜喜要做人爸母啊，是要跟你分享这个喜讯，结果恁却是这款的态度，真正是让人足切心的。你切心，你敢有想过你的种种行为，让你的爸母更加切心吗？你去咱江头城的大腿，你甲胡蝶规工啊，做一挂有人看不起的代志，请问我要哪甲你做？对啦对啦，我就是臭啦，陈文耀就是宝对无？你若是无想要认这个孙哦，认为只有文耀甲臭的未来生囡仔才是你的亲孙。那呢，我嘛袂勉强你做这个囡仔阿公阿妈。这个囡仔，我甲蝴蝶家己的照顾，好些完成就过啦。蝴蝶啊，咱即摆来登记。那呢，我爱先跟家嫂来办离婚才用。离婚一定无问题，行啦。想到蝴蝶跟董俊英真正有囡仔，咱要做阿公阿妈。雅姐啊，加几个月啊，就要生啊，啊不是干那蝴蝶我都生。不同款啦，迄个囡仔生来生母呢。虽然母费皇宫，咱若想要看孙，随时拢会去看。啊，不过总是感觉硬叫硬叫啊，搁再讲。咱总明个伫囡仔面头前讲，现在毋是个亲生爸爸。总共一句，也一个囡仔已经毋是咱家的。讲陈东军这个毋正囝，拢伊弟妹，但个囝孙啊，就安尼相手，你去送别人。即马甲蝴蝶咧歹查某要生，你搁想着咩？硬起来呢？不过我都要看蝴蝶态度，敢那无进前遐尼啊刺激啊，有淡薄改变啊呢。你茫听着有孙啊，
你的心态就随改变啦。我甲东俊哦，打算要结婚啦，所以哦，我专工来甲少怀讲一声，赶紧哦，甲我去办离婚，莫耽误我的未来。少怀本来就要甲你离婚啊，只是条件还未超好呢。而且是你反背这个婚姻，所以少怀会当向你请求陈东俊侵害配偶权的赔偿。而且，予恁搬走的那三十亿，还是阿姨要予少怀的使徛，麻烦恁先吐出来再搁讲。那三十亿啊，无伫个我的名下，啊，你有啥物证据证明我偷搬走？你真正想要赖掉，蝴蝶，你家己拢放伫陈东俊的名下，到时哦，你一定哦爱钱无爱人啦，把你放散。莫让我白讲哦，我哪有可能放散蝴蝶啦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疼惜蝴蝶，因为阮的啦已经准备要结婚，然后迎接阮的宝宝。啥物？你有宝宝啊？阿姨，你别生气啦，少华已经看清楚蝴蝶的真面目了。是啦是啦，既然遐尔讨厌我，就莫啰嗦啊，赶紧哦，跟我去办离婚。你别想讲你要离婚就当离婚，先家己行来再搁讲。我跟少华结婚十年啊，这个家我敢拢无付出，我做伊十年免钱的保姆啊。就算伊给我赡养费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啥物人要跟你讲赡养费啊？阮即嘛是要跟你讲，予你偷摕去的迄三十亿，请你吐出来。我就是不爱吐出来，安怎？江少怀，你到底是要跟我离婚吗？我，你无把钱吐出来，我就袂跟你离婚啦。予你甲陈东俊的宝宝做私生子啦。哇，江少怀啊，看不出来你平常时安尼这么老实啦，想不到你嘛这么恶毒，你竟然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囡仔。恁家恶毒，恁安尼伤害少怀，凭什么阿姨照乎恁幸福快乐？条件若是无先讲好清楚就离婚，安尼对少怀真无公平。有啥物无公平啊？恁家遐尔有钱，哇，只是一个无权无势查某人。啊！只要妈把风声放出去，天下间哦，愿意为着钱嫁予这个当王的查某，绝对少济。恁随时咱阁娶一个啊，无需要哦，用钱把我办掉的。遐个人甲我无感情，嘛无伫我受伤清切的时阵照顾过我。哎，伯啊，公少爷，你即摆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应该不是伫个，还搁咧唔甘蝴蝶啦吼！我甲你讲哦，蝴蝶今麦有我的囡仔，我绝对无可能稳住你，对安尼乌白想哦。蝴蝶哦，你已经把做伙啊，我嘛无稀罕啦。嗯，那呢哦，咱今麦就去办离婚啊，行？袂用紧，搁有一件代志要先处理。你家己来的时阵，妈妈送你的翡翠首饰，还我。我回去哦，摕来行李啦。那安尼，该当放阮煞。好啊，就等你退来了哦，随时拢会当离婚。好，安尼多谢恁的成全啦吼。啊，等阮两个人结婚以后，大家慢慢安尼拍平小寡啦。啊，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嘛，啊。行啦，等去摕一头翡翠。这事到袂见效，亲蒙大怀安尼放手。蝴蝶甲陈东俊要做爸爸妈妈。少怀，你想怎啦？无代志啦，蝴蝶已经要离婚啊，
我妈无做个讲啥。妈，歹势啦，结婚十年，无互你抱孙，结果蝴蝶甲陈东俊做伙无偌久，就有我，我真正就含慢了。啊，我拄食饱，我先去刷牙。结婚这么久，本来想讲足欢喜的，要有一个囡仔，结果是一场空。最后，我阁失去你啊！搞这物件老掉的，我想讲你用已经断掉嘞。蝴蝶破你袂起，你莫阁对伊遮尼有情有义啊！我无安怎啦，妈，你免烦恼，我真正无爱蝴蝶啊。你唔免骗阿姨啊，阮大家拢看得出来，你还阁伫咧爱蝴蝶。阿姨是你的妈妈呢，你敢袂了解你的个性？你对蝴蝶用情这么深，还说旁边给你糟蹋，是无遐福气啦。啊，不过我若是甲蝴蝶较早有囡仔，无的确就会变作今日安尼啊。啊，不过伊反背你糟蹋你，偷摕属于你甲阿姨的财产，你还想好清楚呢？你若是想要挽回伊，伊敢来利用你，你会受到更加深的伤害。我知影啦，我袂阁蝴蝶牵你行，啊，不过我只是感觉家己足无路用的，无得让妈妈感受到做阿嬷的快乐。一个婚姻，我敢不敢安尼啦？你莫安尼讲，这毋是你的毋对。是我不应该让蝴蝶叫你，对你造成这么深的伤害。少怀，你袂当绝望的。妈妈相信你的真心真意，早晚你会去拄到一个配得起你的查某囡仔，你一定会当得到幸福的。少怀，一段婚姻的失败，不代表讲你的人生就拢总是失败啦。你还阁少年呢，只要你愿意接受别人。你一定阁有足侪机会，而且我相信阿姨嘛真期待，会当看到你得到幸福迄一天啊！妈，我真正足艰苦的，我知影我甲蝴蝶无可能继续落去，不过。我就是足艰苦啊！你若想要哭，你就大声哭出来啦，阮大家拢会陪你，哈。妈，